Zither here， 带你去现场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水立方 vivo 发布会的现场。三个月不到，我们又见到了何老师。两年多了， vivo X Play 5的屏幕和上一代依旧采用了 2K 的分辨率，全金属机身， 3D 玻璃。没错，这是国内厂家首个双曲面 Super AMOLED 屏。骁龙820已经不新鲜，而 6G RAM 加 128G ROM 配置都快赶上一些超级本了。但安卓手机 RAM 越来越大，能带来多大的体验提升呢？后置摄像头1600万像素，我们来看看官方宣传的极速抓拍效果如何。另外 ，vivo 的老本行 HiFi 也得到了提升，配合今天发布的 XE1000 耳机，音质怎么样？Audio Jungle。X Play 5旗舰版售价4288，标准版售价3698。国产手机越来越自信了，三星还是 vivo， 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判断。最后总结一波今晚最大的亮点：曲面屏幕、6G RAM 和 HiFi。Zither here， 带你去现场，我们下个现场见。